带领着我们这个第三梯队哈，嗯，很郁闷。我们看这些都是这些大妈、大爷之类的哈。哎，你刚才说是放弃跳广场舞的机会哈？对，这个是什么现场？这叫我们在这个地方已经发掘了第58年了。嗯，1959年开始发掘哈，已经第58个年头了。现在我们就是在二里头都邑的中心区，宫殿区，我们现在挖的就是这个路底下，这么一条，那么我们说这个地层就是无质地疏吧，所以说我们看，我们现在上边的是更土层，再下比如说近代层，再往下比如汉代层，再往下已经露头了，就宫殿建筑，是二里头时期的3000多年，就是这么一本书，就是我们在翻这个无质地疏，把它完全成层叠的历史，对，层叠的历史。所以这是宏观说，微观咱们就下去好看看，竟考古人是用怎么样一种手段来解读天书的。哇，太牛了！对，这是最性感的职业，对对，考古学科是最性感的职业了。考古人，我需要巨大的耐心呢。这个就是说，专业知识，然后中国考古学呢花了这个几十年时间来探索这种这个。土中找土，这个是非常非常难的，金字塔让你挖你也挖不坏，但是这个东西是吧哈，你看不清楚使劲在挖，说不定你挖一挖就挖没了，是吧？但这两天我先蹲在这儿，万一弄出来那个城墙了，我牛逼了。哎呀，是是是，哎，你看，这是一些墙，看啊，这是墙，看啊，看啊，这是墙了。我画出来你大体上，我画出来你大体上，你就能看出来是吧哈，哎，这溜土跟两边不大一样哦，它比较细腻，你看，颜色偏褐，对，那个门道那地方就是墙头哈，哇，这么神奇啊。哎，上午看个隔墙，我们就是煞有介事，哎，啊，这是这儿，你看这儿，你看，哎，你把这个东西刮出来，这个地方是最需要刮的，来，这是一堵小墙，看，这是一堵小墙，我靠，您线画这么直啊，一画出来，哎，你看有没有，对，你看有没有这线，一画出来，啊，因为它擦的非常大是吧，你要不画你总觉得差不多是吧，哎，这是隔墙，看，这东西过来了，你得刮刮，哎，啊，所以你们都是有那种 X 光的眼睛啊，哎，这都是绝活，对，这些年啊，他们不一定懂大历史，但是他们这个记忆，太厉害了，那比我队长高，太厉害了，哎，那这个墙就是您说的3700，3000多年前的那个二里头早期的宫殿建筑的这个不知道哪个角落隔墙，就等于说我们已经确认了至少3进院落，3进院落就是中国最早的这个多进院落宫室建筑群，从这儿开始了，这是其中之一，你看，这样来就是从这儿到这儿是它屋里的，这个就得看，这是一个隔间，这又是一个隔间，你看这个这我就找出来了，而这些东西都是想象一下残垣断壁都没有了，都是地面以下的基础的部分，地基的，哎，现在我们就得把这些东西搞清楚，好，咱们走。对您来说，一个考古学家来讲，公共了解这些考古学知识，了解古代的世界，他们怎么生活，怎么统治，这一切知识对他们讲为什么重要，您觉得这个说起来啊，还是这个，就是比如为什么考古，或者为什么我们要学历史，或者对考古和历史感兴趣，为什么哈？我觉得首先没有必要用高大上的词汇来保养我们的学科哈。首先就是满足人类的好奇心。好奇心谁都有哈，都想知道我们怎么来的，我是谁哈，这样的。那其次呢，就是这种安顿身心吧。古今义理，这个人类不都是为了解决生存和发展的问题吗？实际上顶多是换了时代，换了服装什么的哈，它等于就是人性好的东西是没有变的，实际上是一个触类旁通的这样一个东西吧。人类的忘性是很大的，一再重复着错误，而在这种情况下呢，我如果把那些大灾大难大风大浪都了解了，然后应该可以看淡你自己的个人小的这个小的这个波折呀，什么这些，从这个意义上讲，就是安顿身心嘛。然后再者呢，就是也有朋友问我哈，为什么你要考古什么的，我就想用这个来回答，为了做一个有教养的人呐。你如果就是吃喝拉撒睡觉
那你完全可以活得很好很好的呀。嗯，但是你起码应该知道一点文化的东西吧。嗯，就如果要这个都不需求的话，那考古学就是没有，真的没有用。嗯，考古学是应该是一门贵族的学科，是吧？民国时期就是那样啊，在西方也是，早期也是，我根本不用不着干考古，因为考古养不了人，是吧？哈，对。但是考古的需求，那是一种高层次的东西，是一种熏陶啊，是一种升华呀。嗯，这是老王卖瓜自卖自夸的。那比如对，回到您第一次来二里头是1996年是吧？我1996年博士毕业，因为是搞城市考古的嘛，嗯，后来就被分配到离这几公里的偃师商城，但那个时候怎么也没想到，我这一生居然能，对，到这个地方来。嗯，在我们圈里，二里头都是大名鼎鼎的那个考古圣地呀。嗯，我做的博士论文呢是先秦城市考古学研究，上下3000年，纵横几千公里，我特别需要有一个平台，一个可以解剖的麻雀，然后让我真正的这个实施我的一些学术设想哈、想法哈，所以这样来就是说，等于我接手之后第一个季度来，就领了几个探工，然后顺着这个遗址边缘，就用的洛阳铲哈，整个打了这一圈。这个呢，对于这个聚落形态研究来说是最重要的。我现在可以说，经过我们的这个实地勘察，二里头遗址现存范围约3平方公里，从那开始。中国最早的井字形大道，中国最早的带有中轴线布局的宫殿建筑群，像这些东西呢，就是说发现层出不穷，这好多东西如果只出一项哈、都已经足以这个引起学界的这个震动哈、最早那种应该是那个你说是发现宫殿嘛，对，宫墙，就那一刻你什么时候意识、怎么就怎么那个细节是怎么样的、那个场景是您是怎么意识到、这是一个重大的发现，这个太有意思了，这个是在、我在这个最早的中国那本第一本小说里边有一节叫想出来的工程、那个想加这个引号哈、我是先这个把这个上下3000年的中国古代城址哈、一直到这个后来这个城市那个发展捋了一遍，提出了这个大都无城的这种提法哈、就是庞大的都邑没有外国城，但是内城或者宫城这是必须有的，因为王室禁地不应该是开放的，紫禁城你不能随随便便你平民都跑进去溜达一圈、对不对，它一定有防御或者是区隔这种设施，这样一个信念导致我就是顺藤摸瓜嘛，我们在这个老先生们已经挖完的这个二号宫殿的这个东南角再打开一个探方，接来看看，西北角打开之后看看有没有再向北延伸，打开之后果然都向两边延伸呐、就是300多米长的宫城东墙，和这个宫城东北角发现了，这一下就是说想出来的工程啊，这让我想到了这个84年请苏秉琦先生来给我们讲一讲啊，泰斗级的人物哈，苏先生半闭着眼睛说啊，考古这个活啊，就是你想到什么东西啊你才能挖到什么，我当时想这不是唯心主义吗，后来随着阅历的增长你痛感吧，这句话的哲学意味太深刻了，开玩笑说是这个文学是吧，有一分材料说10分话，历史学有一分材料你说5分话吧，考古学有一分材料说1分话，当然现在看来考古学者必须有想象力，否则的话你就是一个无谓的学者，是吧，你什么时候很清晰地感觉到这一点呀，我觉得还是很晚很晚，是吧，我们的前辈我们的就是资深学者哈，这个甚至权威哈，包括现在老先生还在谆谆教诲我们哈，考古学是实证的科学啊，但是现在我的本科里边微博里边哈都有点冒天还是自大不为了哈，考古学是一门解释的学问呢、考古学更多的是推论和假说呀，更多的是验证不了的，我们能证明什么，二里头是夏还是商，在没有像甲骨文那样的当时的文书材料出来之前，我们能实证吗，这些锅碗瓢盆哪些属于夏属于商啊，像这些东西都是解释层面的，都是属于推论和假说层面的，但想象力应该是必须的吧，像我们
手底下挖那个房子，你如果没有房子的概念，它就是一个坑一个洞，是吧？哈、嗯，让你没有那概念，这个刮两下哈、啊嗯，看不清楚，再刮就没了。嗯，就是你一定得，你得有一定的知识储备，你带着这些问题，嗯、然后你才能哈、啊，嗯，才能这个，这个有所发现呢。嗯。好，就在这个小广场停，你看，这是这个我们2005年地方政府把农民的菜园的这个稍微这个增了一下哈、啊，搞了这么个小广场，现在成了大妈们跳广场舞的地方。大家看这一片，就是我们二里头队的小院啊。嗯嗯，87年以前一直就租借民房，完全住在村里啊，就是借人一个院子，什么哎，现在就是东西越挖越多。嗯嗯，这些陶片什么东西啊，越挖越多。这就是我们的工作房间啊、嗯嗯，这陶片就是发现这些东西、嗯，然后这么分门别类的一点点把它拼起来啊。嗯，这都是3000多年前的。当然当然。嗯，哇，哎，嗯，就是在干这样的工作。嗯，哎，也是一个隐喻。嗯，历史拼合。对，拼图拼图。历史复原。对，历史拼图。对，就是这样的。嗯，对，得重新想象历史。拼走，趁着天亮，先赶紧上二楼那。陈列室，好，看看啊，哎，我们可以从这边上。好，燕鹏，二楼陈列室给开开门。哦，看一眼我待了十几年的房间啊，好，现在换到这个新楼里去了。这防盗门都全刚换，嗯，以前完全是木头门。这是，哇，真是，我在这小屋住了十几年。哇，我的这个卧室，嗯，办公室。然后队里的书放不下、嗯、还兼这个图书室、嗯、然后那个我女儿啊、哦、我女儿的照片嗯就等于这是我在、这个、刚来的时候这是在这个日本、嗯、日本这个青森县的那个 他们的报道嗯当时就是我女儿出生那年是我来二里头的、嗯、就那年我被任命为二里头的队长、嗯嗯、哎我女儿说这个我爸爸这个就春秋两季最好的时候北京季节最好的时候肯定不在北京、嗯、没法陪我逛公园、嗯、就等于就从那个时候开始的 对离开了女儿去奔了这个、哎、跟古人在一起我在二里头待了18年队长他18岁上大学去了、哎、基本上就是这样的哎呀、就这个小屋哎这个绿松石龙、嗯、绿松石龙当年拉回来之后一个大木箱子哈、嗯、一个大木箱子然后这个六个青壮劳力根本都搬不动了啊、嗯、没法放到二楼去放到一楼呢又怕那个铜铃铜器丢了嗯后来说王鸿章建议的队长就放你屋吧只有我在一楼住、嗯、所以那个二里头贵族我跟那二里头贵族嗯亲密接触同居了一个多月然后这个他被拉到、嗯、被进去什么感觉跟他住在一起也没有感觉后来经过这个人类学家鉴定一个35岁的男性、嗯、哦35岁男性，基本上就是这情况啊。怪不得没感觉，还是有道理的。人还是有神秘之处的。哎哎，请大家好，可以从这边上楼了啊。谢谢。哎，就这个呢，是我们一个小陈列室。这反正都是陶器啊，嗯，全真东西啊，嗯，这里没有复制品啊。但专家来，嗯，说非常过瘾，因为基本上每一个格。每一个格就是一个单位、嗯、比如说它是一座墓、嗯、或者是一座灰坑就是一个垃圾坑、嗯、是吧啊这是二里头一期的哎我们看、嗯、二里头二期看看这是从墓葬里边出的一个陶酒器嗯就是说最初只有陶的青铜出来之后没有做新东西嗯而是做了以往用陶来做的东西 彰显它的身份和地位嗯是吧然后呢这个像锅碗瓢盆所以这个哎我们发现中国最早的原始瓷就在二里头发现的嗯等于这个就是最早拆的嘛等于就是也在这儿嗯就这样呢就是你看就二里头究竟是下还是上嗯然后这个大家争过来吵过去的但是这个房子的价值在于像是说断代工程哈、啊、嗯不管怎么争论就是有人在二里头一二期切刀、嗯、前面是下后边是上哈、啊、有人在三四期之间切刀还有人在四期早段和晚段之间切刀嗯那不管怎么切，切不出这间房子去。嗯，这就是二里头遗址的这个重要价值。嗯，他、要做中华文明太原工程，得以二里头为基点，再往前上溯。嗯，所以这就是这样。哎，
这些东西说起来，这个里边每家器物都有故事，都可以讲好多嘛。这种和现在有学者研究认为，它是不是这个西施那个致幻剂哈？这盖一封哈，然后等于就是西施那种东西。东方的是以酒为致幻剂，西方是大麻哈。但是很早我们就跟西方就有关系了，这一切都有待于。你看这种是造型是特别漂亮的，这个封口盒这地方应该有个盖哈。这是个管状瘤哈，那这里边三个，这叫空竹嘛哈，然后呢，这个特别便于受热传导，就是火哈，稍微这个加热，对，哎，甚至这么让你看还像一个动物的造型什么的哈。然后你要审美的话，你觉得这个东西，你觉得这个东西哈还很漂亮，对，然后还历史很悠久，但是呢，就是要是认为他之前买他的人。不这么认为，所以他呢就是说有朋友来找我来哈，好多就是说就失望了，因为我说实话，就是我真的不懂，我只见过真的，没见过假的，只知道历史价值，不知道市场价值，潘家园大门冲哪我不知道，你要不懂得当代工艺学，你怎么敢研究这个东西呢？它就是这样的，真是这样的。哎，然后说起来呢，哎，说有意思，这种事儿，特有意思啊！我当时那个女儿上幼儿园的时候，那老师，这不都是让家长填表吗？你家长一看，家长考古学家哈，哎，那天说，呀，那个，我有个朋友，能不能这个你到他家里去一趟哈、啊？高档小区，人家说我这收藏的东西啊，你能给看看啊？然后呢，我说我真的。不懂哈、啊，人家说，哎，你怎么骑自行车来的？哎，我们想象你揣两件，那一套房子都有了哈，你怎么，比就等于怎么还有这样人，完全对这东西没有概念哈、啊。当然，现在在考古学界，这种就是这个坚守自盗这样的事儿非常非常少哈、啊。那就是你心很静，你如果有那想法的话，你根本就干不了这个。你没有想到说这东西我可以拿一件揣一件。就是这种概念。好，我们选这么个角，我说这个是最简陋的，这个我坐这边是吗、好，那是水哈，我看我们家那个壶都没有了，这就是咱家、是吗？好，你坐在这每天被这包围什么感觉、啊、我们先闲聊聊，成仙了会猜想吗？比如说谁在使用这个，谁在使用那个，谁在用，在什么情况下喝这个酒？而且你们想象力太丰富了。这考古学家形而下的考虑的是，为什么这些酒器被认为最重要的东西放在了墓葬里边，作为身份地位的象征物？为什么青铜这样的高科技的，不是用来做最新的东西，而是用来做他们非常熟知的、认为最重要的东西？这个就是动感。还真的是一方水土养一方人，这个传统的这种惯性的存在，它是解决人与人之间关系，而不是首先要解决人与自然的关系，把它做成农具和工具，不是为了解决这个人和神的关系，造成神像或者是铜面具，一直思考这样的问题，但是还真就是感觉这种一贯性吧，是真就是源远流长的。对，那我就好奇，比如说您发现，哎，这是你也喜欢这种比喻，这是紫禁城，这是长安街这种比喻。对。那你会意识到，就是说这么早的古代中国跟现在的中国之间有这么强的一个连续感，对，一个映照感，对，会觉得历史的延续性太强了，我们甚至逃不出古人的布局吗？对，中国是从秦汉开始那种，几乎就是在这个社会结构上哈，对，变化不是很大的哈。我说我们这个。国家大的地形像一个大的盆地嘛，没有这个自然地理阻隔，两条大河，这几条大河以及支流啊，这种四通八达哈、啊、然后呢周围呢相对封闭的就是海洋和这个高山、这个荒漠、高原高原，导致这个人们这个文化底蕴、生产生活习惯的这个类同，包括后来的汉字，都是这个凝聚力，这样就是不可避免的共同的这个思维方式吧哈、当时那个为什么从战国走到这个秦汉哈、
这个大家都是一些小国，嗯，哦，你是上游的，我是下游的，你把那个坝一拦，我没有水了，我这边这个欠收了，没粮食吃了，我跟你借，你不借啊，嗯，但是你那地方要是我的，这事儿就好办了，嗯，对不对？上游下游如果是都是归一群人管，这事就好办了，嗯，赈灾治水，再加上一个防御北边，嗯，整个人没有广袤的大北方，完整的中国古代史就无从谈起，嗯，整个一部中国古代史几乎可以说是一部胡化的历史，嗯，一波一波的这个游牧，冲青铜朝，嗯，代表着最先进的科技啊，然后一波一波的来哈，长城就建在这个400毫米等雨线上，嗯，是吧？然后这个气温稍降一点，这个恶化，它要往南找粮吃，是吧？基本上就是这样一个脉络，这些构成游牧和畜牧的板块，就整个这个中原三代王朝啊，都是在这两大板块中间。在这种情况下，像这种的大一统的中央集权的这种东西，它没有历史的合理性，嗯，一直到现在，嗯，是吧？所以这样，你一看呢，就贯通起来来看，好多东西，我觉得就不会太纠结和拧巴。嗯，那会不会觉得，比如说在这样的地理条件下，在这样的这种历史的传承下，嗯，如果是他们的这两个有这么大的决定因素，对于考古学来讲，是不是个人那种意志，它的重要性会被降低？对，可以这么说，嗯，可以这么说。我甚至作为一个学者，我都想说，都想用我宿命这个词儿，尽管我不太愿意用，嗯嗯，但是这样一个历史大事呢，哈，个人的这个群体的，或者人的影响呢，从大历史的角度上来看呢，可能不能做过高的估计，嗯，在这种情况下，当然也绝不是完全无所作为，否则的话，人就根本就不用奋斗了。嗯，出生之后你什么都不干，嗯，你怎么样？那是根本谈不上的，是吧？嗯，对，比如回到八十年代初那个时候的考古学，嗯，因为你要接近整个考古学传统，中国就是那是属于什么一个状况呢？当时的那个对这个非常非常有意思。嗯，有的学者认为我们仍然生活在我们的大师哈所这个建构的开创的一个时代，因为我们在这次学术大家后面呢还凭着一股惯性。首先我们这个时代也基本上框定了你的一个大的发展态势，当然人也不是没有主观能动性的啊，嗯，我们都知道像顾颉刚先生，嗯，然后这个胡适先生都一起哈，从遗骨派开始哈，胡适先生甚至都说过东周以前无史，嗯，等于就是这个古史辨对于这个中国典籍的梳理呢，实际上就是说尽管是有遗骨过剩之嫌，但是呢它扫清了考古学诞生的障碍，为考古学的这个诞生直接提供了一个非常必要的这个基础吧，嗯，这样才有傅斯年先生说我们就是一群不读书的人，嗯，我们是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是这样一种情况下呢，嗯，就是等于那个时候，嗯，不像后来说考古学是象牙塔的学问，是吧？对，他是要回答，嗯，我是谁，嗯，中国是怎么来的，嗯，中国人是怎么来的，这样一些大问题，嗯，所以从一开始，安特生的发关于仰韶的发现啊，嗯，山顶洞的哦和北京猿人的发现啊，嗯，尤其是殷墟，嗯，这种发掘哈，那就是要解决这样的问题的，但是。后来就是兵荒马乱了嘛，嗯，随着这个日本侵略就中断了啊，然后从那时候开始，一到第一个三十年，嗯，五十年代到70年代第一个三十年吧，中国考古学者，嗯，开始踏踏实实的从这个田野入手，建构文化史的分期和谱系框架，嗯，以文化史研究为主的这样一个考古学阶段啊，嗯，就是说你要搞清楚一个。地区的这个文化面貌，首先要通过这些盆盆罐罐建构分期，这是第一个阶段。嗯，如果说从50年代开始的以来呢，我们一直是强调这个，中原中心的。嗯，因为文献上是汉字化语系统的哈，汉字霸权的，然后呢，这个考古发现大量的又集中在中原，嗯，其他都是不说蛮夷戎狄了，嗯，是吧？但是也是偏于落后的，嗯，中原向四外辐射，那个时候当时是那样一个思潮，而到了我上大学的时候，各地开始有一些比较重要的
遗迹开始出现了哈、啊嗯，两种文化、红山文化这些啊都开始发现了哈、啊嗯。在这种前提下，苏秉琦先生提出了区系类型理论。嗯，他把这个整个广袤的东亚大陆呢分成这个六个大的区系啊、嗯、各自有其发展演变的脉络啊，然后就用了一个最同时易懂的这个形容词叫满天星斗。嗯，然后呢这个给当时的这个中国考古学界以震撼吧，转变了我们对中原中心的这样一种认识哈、啊、那个时候各地呢都开始这个建立区系类型。嗯，现在看来那还属于大疆属于上一个阶段的工作，但由于这个工作的长足进展到了90年代的，等于说我们觉得中国考古学已经开始逐渐从文化史的以文化史为主的考古学转向社会考古。然后这又就是说到就是说我是怎么这个逐渐从一个极保守的哈、也所以严谨到保守的这种考古学者呢，逐渐这个就是说做一些公众考古的这样的事儿。我觉得这个跟社会风潮和学科的发展是紧密相关的、包括您刚才说的这个考古学在中国诞生的时候，其实是那一代先驱实际上是跟整个中国的危机意识有特别大的关系。对对对对对，这种包括对西方的焦虑感，对自己历史的焦虑感。没错没错没错，这个东西在您在80年代上大学的时候、那时候中国也是有一种新的一轮的危机意识，某种意义上、我不知道这种有呼应的感觉吗，或者会有什么样的强的共鸣吗？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直言不讳的说我们的中华民族探源工程啊，包括我个人来做的这样的早期中国这种研究，我们是带着情感来做这种学术上的寻根问祖的工作的。我们有利的一面是血脉相连哈、文化上这种相通哈、通过说文解字这个桥梁一下就跟当代的汉字就连起来了，所以才能同一种甲骨文，这是有利的一面。不利的一面是我们是不是融进了过多的情感，这个救亡图存、民主主义、建构认同这样一种情怀和文明理性，是吧，文明开化、科学理性，我们要追求历史真实，这两者之间能不能完满的和谐的契合起来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我觉得作为对一个学者，作为一个中国人哈、我们很有可能经常在纠结和拧巴。我们的认同是不是应该建立在先追求史实复原的这个基础上，才能使得我们的认识，是吧，更深刻再升华一步呢？而就是所谓那些非物质文化遗产哈，然后如果更多的被物质文化遗产所替代，被考古学所证明的话哈、那不就是我们不就是更有文化自信吗？来啊，喝一个，徐楠，来，十三邀鱼二里头，行，好，是吧？都是这个，都是数字，来，幸会，来，幸会，这是中原的酒，那一开始你刚来的时候，大家就已经很认可了吗？还是这是个过程？谢谢啊。就这东西就是，就是每个店长的风格它不大一样了。我们考古队，经常是哈、到一个新地方去，然后一来了得拜码头嘛哈，包地赔产用工水电，一切找房子哈，那这事儿咋办呢？你哪怕你喝得一塌糊涂，舍命陪君子，第二天。许博士够意思，瞧得起我们，什么事好说、对，你要是这个呀，不可实在是那哈、一看还挺假哈，完了这事就不好办了，就是这样。这个要考古的话，首先要江湖。